红魔三电竞手机发布会直播地址，红魔三电竞手机发布会直播，再请看。4月27日，此前红魔三电竞手机将定于4月28日正式发布。今天红魔在官方微博放出最后一张预热海报，号称该机拥有史诗级的散热。这张官方海报的宣传语为：内置风扇，风魔战场。同时在下方诠释内置风扇，风冷成液冷，史诗级散热，再次表示该机将拥有十分出色的散热性能。此前努比亚总经理倪飞就曾表示，红魔三搭载了一套复合式的风冷成液冷的散热模组，在极小的手机空间内加入风扇设计，主动针对热源进行干预，迅速带走热量，达到破天荒的低温水准，成为全球首款采用风扇技术进行主动散热的手机。此前消息，红魔三将搭载骁龙85、12GB 内存、4D 震感线性马达等旗舰级的硬件，同时还会配备90赫兹刷新率的屏幕以及超过5000毫安时的超大电池，将最大限度的保障用户的游戏体验，不愧于电竞手机之称。目前该机在安兔兔上的跑分为406129分，其中 CPU 跑分高达167536分， GPU 跑分是157707分。红魔三电竞手机将在红魔官网、红魔官微、努比亚手机微博、努比亚手机官微以及各大视频直播平台同步播出。